如不断的为先人在各个道场做超度，是否对先人会产生坏的影响？那你已经知道了，就不要再问我了。啊，所以真正超度啊，就是诚恳的心。啊，什么人超度最有效呢？是自己。啊，自己为啊祖先先人超度啊，这个力量最大。为什么呢？你的心最诚。啊，可是你不会做，不会做不要紧，请几个法师，哎，给你做超度佛事，你跟着念，啊，让他们带着你念，这个效果就很大了。啊，如果你的家人、家亲眷属一起，啊，通通跟着法师来做，啊，这个效果很大。啊，这个真的，祖宗亡灵都会感谢你。